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把武器——屠龙灵剑，这是一把大区剑类的武器，武器颜值不算突出，甚至还有点丑，但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，这把武器也是非常暴力的。这是一把失色武器，有专属的战技“熔岩断手”。在 1.04 版本更新后，战技还得到了提升，提升了技能的使用速度跟使用后的冷却速度。至于减少耗金量这块，说实话真的没多大感觉，耗金量依旧巨大。战技发动时，横举剑身，向前跳跃，向下敲击，同时引发岩浆溢出，还能衔接拉近的追击动作，完整的打满一套，加上岩浆的持续伤害，简直爆炸。战技释放的过程还会获得 buff 效果，不会被打断。小胖的蓄力跳劈也算厉害的了，就连这种大型 boss 怪的蓄力输出也照样能硬扛，纹丝不动。话虽如此，但这种换血方式风险无疑是巨大的，能打满全套输出固然是好，但打不满的话绝对是亏的。战技的耗蓝跟耗金量本来就非常巨大，如果再出现空刀的情况，这也太难受了。为了解决这问题，我想到了这个战徽挥剑圆阵。这个战徽能使用在剑类以及可突刺的长柄武器上，战技发动时生成四枚悬浮空中的魔力挥剑，魔力挥剑生成后，把这个战徽原本的武器切换了也不会消失。不得不说，这四枚魔力挥剑也是挺帅挺炫酷的，会一直跟在使用者身边，光看这个外观也值了，就算是做篝火也不会被重置，实在是太忠诚了。但如果锁定敌人后，它就会自动发起攻击，又或者不锁定敌人，只要使用者面对敌人的瞬间，它也会自动发起攻击，是个非常有趣的技能。另外，这些魔力挥剑如果碰到墙或者其他物品就会被破坏，或者敌人主动前来碰到的话也是有伤害的，这就是这个技能的好玩之处。但从技能的伤害可以看出，这不是主要的输出手段，只是一个辅助类的技能，技能伤害确实不高，但它的卖点是在于可以远程攻击，攻击同时也有着不错的削刃能力。这种大型怪只要吃上两发满的就会被打出主角，这种攻击距离就连红狮子火焰看到也必定会眼红的，因为同样是两发出主角，红狮子火焰的卖点是近距离的扩散范围伤害。这样看来，技能释放的安全性肯定是挥剑圆阵占优的，可以一边拉扯一边远距离偷刀输出，加上这种大型怪的机动性痛长都比较差，这样技能的命中率也大大提高了，把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，玩起来非常过瘾。此外，双持大区剑的削刃能力本来就不错了，这种大型怪通常也能三个跳劈打出主角，这个优点再配合上挥剑圆阵的削刃能力，就能打出片头的效果了。既然能快速的把敌人乖乖打躺，使用熔岩断手的输出环境就更加完美了，更加容易的吃满整套技能，简直不要太舒服。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质疑，你这是偷袭，肯定有效啊。放心，为此我也做了测试，特意被怪发现在用圆阵，以确保不是偷袭输出。看，也是一次满圆阵加一次跳劈立刻出处决，这才是这个技能的正确使用方式吧，大家觉得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，随后告诉大家武器的位置。由于路途比较长，我简单带过就好，先来到这个篝火。然后跟住标示走，来到谷底密村这个篝火，往这个楼梯上去，一直走会看见古遗迹断崖这个篝火，用这个升降机继续往上走，随后来到古遗迹断崖对岸这个篝火，这就是 BOSS 屠龙马卡尔位置前的篝火。把屠龙马卡尔干了就能拿到武器。现在说说起点跟配装，武器的力气跟信仰等级都是 B， 虽然两个等级都一样，但是经过比较后，力气的补正比较高，所以加点就以力气为主了，随后把多余的起点加到信仰上。第二把右手武器是慈悲短剑，武器所上的战徽当然是挥剑圆阵了，武器之变就随你喜欢了。
我选的是厚重质变，头饰、过罩、笑脸面具，能提升力气值；身体是猛禽黑羽，能强化跳跃攻击；后面两件是大山羊，首选护符，亚历山大的碎片，增加15%的战技伤害；钩爪护符，能强化跳跃攻击；火对蝎，提升火属性攻击力；卡利亚徽章，减少蓝条消耗；灵钥匙，带火破路低加原刺破路低。来到测试环节，这次的测试比较多，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套路，打头阵的当然是小胖了。大家看完演示觉得怎样？这个搭配是不是很爽？最后打个 boss 玩完。我想大家肯定看得不够过瘾，等我展示完装备再打一支。刚刚是反面教材，放圆阵的时候要注意别碰到东西，包括这种雾门也不行的，这也太不合理了吧。
创作艰难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帮忙点个赞，谢谢。